there.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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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加油
其实每一次跟嘉玲姐都在同一部戏里面出现，但是我们都没有碰上，不管是子弹飞还是其他的电影。那这一次我们是可以面对面的演的在一起的戏，那我觉得非常的高兴。但因为我很喜欢她的个性，她很爽快，像一个侠女一样。而她这次演我老板，好像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对我这个有非常大的推动。对，陈坤是我一个很欣赏的一个演员，因为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我有看到张国荣的一点点的影子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有合作两个电影都没有有对手戏，希望这次有机会跟他演对手戏，我会很珍惜这个机会。我也是从新人过来的，我在新人的时候我很希望上天给我一些机会，那我今天能够有这个能力给别人带来机会，让他可以发展他自己的理想，我想我应该去做这个事情。再中间望一望，左边先。